来看一下啊，咱之前在他家订了一只恶霸犬啊，现在来拿了，来看一下，也是微体的啊，也是微体的，看这个是蓝色的公的哈，那几个都是母的，咱下架了一只那个母的哈，来检测吧，检测一下啊，有问题咱就不要，他家这些都是比格犬，看了吗？好长时间没见过比格了。这不比格幼崽，这个老板说这个比格特别贵，现在特别贵，咱也不买。现在才刚满月啊，刚满月。这边有个比格，这比格一窝那个得生了10多个吧。来检测一下，来有问题咱就不要。这体型多好，母的买回去搞繁殖多棒，多合适啊！现在咱粉丝上挑选的恶霸，越来越那个，越来越精品，颜值越来越高，我们的眼光也越来越高了。你别看你看到了吗？别看体型小，咬分不小了。对，别看体型小，月份不小，眼睛都金黄色的眼睛哈，都是蓝色的，这都是伪体的。微体的哈。这里面的价格哈都不等，30多米、40多米、50多米都有。它这个犬瘟和细小病毒哈，重量很。你看这是纯种的比格哈，这不是那种八极度串的，这都是纯种的比格。看啊，大骨的样子。小狗啊，这边还有几条了吧？再看看。哟，这给小狗喂奶粉买的，喂奶粉啊！你看太小了。这个是见过的吧？你这喂奶粉小狗，这是最后一个生出来的。再长个小。它一般不是，你得这样，你知道吧？你把这个狗胆拿出来喂，这个老狗喂它，你给我妈喂它。不是啊，它整不过那些大狗。看这些个吧，同样是一窝里面的，它是最小的。这几个恶霸确实不错啊，如果还有喜欢的，咱就再联系。也是一个闪电尾啊，闪电尾那体型，你看，哎，多好的体型！闪电尾，为啥那闪电尾的那头发都那么好，体型那么好？因为好的种物有很多，它都是闪电尾。好的种公都是闪电尾的啊，特别好的种越是特别好的种公，他说越是闪电尾，看那种，给螺丝尾啊。检测结果出来了吗？出来了哈，来看一下啊。行，那咱那走吧。去清点吧，去清点相符。来，再看看啊，走。关注一下，关注一下。再见。再见啊。老板发财啊！关注一下，大家都发财。